日本女星渡边直美凭借直率的搞笑作风，灵活的身段表演走红。2020年4月赴美发展的她，原定担纲主演音乐剧《法教明星梦》，却因新冠疫情拖延至去年11月才完成最后一场演出。她在发表感谢文时表示瘦了10公斤，而从后续的照片看来，也的确较先前小了一号。今日她抛出一系列照片，除了顶着金色发型、雪地骑乘重机的近照外，还有被外国帅哥亲吻脸颊的照片，她也露出一副惊讶的表情。看起来玩得相当开心。贴文曝光后，涌入不少粉丝留言表示，头发颜色好可爱，越来越漂亮了，被亲的时候眼睛闪闪发亮，好可爱。也有人笑说，赶快谈恋爱吧，意外掀起一阵热议。